好啦，直播上行中大隻派拜哥同林威為奴，仲有人啦，都係嗰句，遲咗少少啦，唔好意思啊。咁都係介紹嗰樣嘢最重要嘅嘢先。靚寶王嘅訂座電話係23990812，咁啊做到下月15號，咁大家爭取試下20年經驗嘅靚寶王啦嚇。咁啊23990812，咁佢下月5月15號晚係 last day 啦，咁我都會去幫襯，我只係幫襯啦，冇話號住大家一齊啦，有興趣一齊嚟食咯，咁樣咯嚇，咁嚟到我搭台又好，你搭我台又好啦 ，OK 啊，就咁啦。另外都唔開名都多謝有啲固定每個月啊，有用 Patreon 啊，有兩三位，咁我都多謝，我哋要抹翻第一陣嚇嘅支持我哋啦。咁我電話係98627332，98627332，大家用 PayMe 咧轉數快啦，或者攞我個 number。咁啊，我哋啱啱先傾開偈啦，咁啊禮拜三係繼續做節目啦，雖然係紅日咁啊。同埋繼續訂閱我哋頻道啊，長期訂閱係好重要嘅啊，各位記住啊，呢樣嘢就真係唔需要錢嘅，同埋嘥你幾秒時間嘅啫，撳嗰個訂閱掣，咁啊拉內撳全部。仲有呢、這個，你覺得好唔好睇到？呢、這個係我哋嘅 Patreon 嘅 QR code， 咁啊係我哋支持我哋每個月嘅運作。啱啱我收到讀媒即係 po 出嚟啦，咁佢哋上年嘅運作完咗300多萬，係實際係虧損咗40000，佢唔應該虧損嘅，自己銀行包揞咗40000出嚟 tip 咯，咁樣。即係等於如果用佢嘅人工啊，所以等於我哋如果要我哋用人工計，話俾我聽，我哋每集我哋都係虧損嘅，千祈唔好撚話我哋刻意，就咁簡單。大家可以試下個掣嚇。okay？ 真係貼錢做義工，仲要受到一肚氣啦！大家都試過嘅。即係你用斤去計嘅，係喎，你 po 嗰度就係話，喂，大家。阿羅叔唔好講。唔係，佢都解釋下嘅，咁佢公開咗喺 Facebook po 咗咁講啊。就話節目我放咗。係咯，即係有時覺得就係話有時咦，我哋四零四 not 翻。咩叫升？哎，升咗。唔係咧，因為我都覺得就係有時我哋，因為點解一路要做維路頻道，就係甚至冇我哋所謂舊公司啦，咁俾佢講，可能佢都會覺得我哋嘅理念或者大家有少少未必 turn 到我哋，或者而維路頻道就真係我哋自己控制我自己嘅題目，我自己所有嘅嘢咯。嗯，咁啊，包括粗口，我哋係唔會變嘅。其實多餘啦，佢嗰人話咩刻意講粗口。就係、是、我哋係唔係刻意啊？如果我哋唔講粗口，就刻意唔講粗口，刻意講你知你哋中意聽，刻意希望你哋俾貨金，刻意扮斯文，刻意俾啲假希望你哋。我哋唔係嗰種 KOL 咯，對唔住 ，sorry， 就係咁咯。另外多謝禮拜五有睇翻重温又好，我哋嘅節目嘅。聽眾啦嚇，咁基本上因為都開心有人去回憶翻，咦？我得個年代佢講嗰啲嘢，甚至無連我都講漏咗，有間叫 Lobo 嘅，係啊，你冇講錯啊，近西營盤嗰頭，唔識喎，咩嚟㗎？唔知喎，唔係我啲好健康嘅P 唔係我嘅年代。有乜事？80年代節目《芳心的愛》啊，嗰類咁啦，我係嗰類咁啦，基本上我係仲係小學生，七八十年代嘅時候，仲有出嚟 V-Wag 嘅人啦嚇，咁樣嚇，咁啊嚇，係啊，咁啊，亦都重新講翻啦，為奴不設防唔係一個新節目嚟嘅，係啊，只不過我哋斷斷續續咁做，我覺得我哋應該恆常闊別咗一排，闊別咗一排，大家以為係新節目。我哋希望借地方俾我人咧，即系我同佢沟通好嘅话，我哋固定啲试下逢礼拜五做翻节目，然后跟住我哋试下其他嘅节目都摆翻固定上架，令到大家好似啊呢个时间就买担凳仔。喂，呢个时候等我有示范下先。啊，呢个阿 Sam 成日佢针你，啊你针佢咪针佢咯，成日要撩埋我，但系撩埋我你又唔够我讲咯。喂，我想说上次喂大声屌实你，未屌实你咯，因为你包庇共产党啲恶行啊嘛。喂，我哋做節目好多就批評你政府嘅問題，包括北京政府，包括你話甚至華盛頓政府、莫斯科政府、香港政府就一定要點解？仲要我哋生活喺香港。好啦，上一次係講到基協佢搞嘅籌款音樂會，就俾不可抗力因素搞到佢取消，改為網上。如果連呢啲説話你都話唔應該講，等樣就等於包庇泛民，你咪黐撚咗線。第二講包庇泛民啱啦，你尋晚有冇聽我講節目啊？我點解會即刻唔再做希望之星？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即同天娜嘅節目。我係批評呢個民主黨去參加區議會選舉，佢係唔俾我講嘅，係打斷我插我，因為佢係同劉慧卿係好朋友。話咁樣就唔係講政黨，咁樣就係講朋黨。就算你同佢 friend， 唔等於你可以咁樣，係完全唔
即係阻止我哋講民主黨或者分析民主黨，去到今時今日仲要參加呢啲所謂嘅完善咗選舉制度之後嘅區議會，就咁樣簡單啊嘛，啊啱唔啱啊？而家你嚇就睇翻十年前、廿年前，喂，其實呢啲好容易啊。如果我真要數，學你咁數，喂，留緊一零年嗰時入中聯辦黑箱佢作業咪咯。2014年嗰時候，我係直頭係。一零年我哋都屌民主黨啦，屌你老母！喺個佔中屌嘅時候，我最尾嗰日行出嚟好大聲屌，我屌咩咧？哇！喺嗰時候喺現場好多人。你咪講到2014啊？喺今年我哋已經屌緊啦。喺金鐘嘅橋底，我屌咩咧？你哋呢班有成個佔中，除咗第一日之後。冇再出過嚟，然後今日好似你劉慧卿嗰時候開埋佢名，著到光鮮咁靚就出嚟就搏上鏡，咁啊所謂等被捕。之前嗰幾十日去邊咧？何俊仁我只見到有時會喺銅鑼灣嘅，因為呢啲我成日喺三個區一路觀察，係會咁樣鬧啊。再去到佢後尾咁啊，大家好清楚，應該要即係有確認需要杯葛選舉嘅時候，好多政黨都冇杯葛。好啦，應該要總辭實好多冇總辭，終於去到即係所謂延長多一。因为延长多一年的所谓啊，咁啊系完全冇理据咁样延长一年，佢就话因为系即系疫情问题，佢好多啦吓。咁啊嘅立法会去到后屘总辞嘅时候先话，原来讲咗咁多年，我哋已经早你讲咗成五六年，你依家佢先做，唉都算啦。好啦，喂2019年之后形势好唔同，大家都知点解佢以前会对你有建制民主派好多批评，因为佢系做紧议员，做紧政府，系有公权力。而去到呢議員啫，封權即係我即係呢兩派啊，即使仲有一啲係走入咗去政府嘅張炳良啊、陸公衛啊佢支流，我哋一樣都係佢批評。好啦，去到依家2024年啦，我哋係咪應該要繼續去講翻每日發生嘅佢新聞，每日發生佢嘅事，而唔係一講翻啲新聞？好啦，依家呢啲咁啊不對路嘅咁啊問題，而你又提翻十年前咁，你咁樣係幫佢伸冤，我幫周庭佢講嘢。喂，咁周庭佢出走？是被政府逼到他即是要离开他的家园，是很惨的事。哦，原来这样讲下又叫个巴比法民，如果他是所有台，是所有台他都是。那你是不是这些思维是比蓝丝他更蓝丝呢？比建制派他更建制呢？比到中共更中共呢？你自己反省一下了， OK？ 你要追击没问题，但你不是应该带在一起讲，还有如果我要执你的，你之前因为泰哥和候鳥熟，你就我捐錢俾世業用，點解世業轉過頭就同羅冠聰咁啊，就搞呢個踢波佢慈善籌款？你為咗嗰樣嘢，你屋企面對住啊，你話好憎噶嘛？你泛民好憎羅冠聰啊嘛？你懺悔咗啊，面壁思過三年之後，你先再出嚟講嘢咩？咪其實你屌完啊嘛，多撚餘嗰啲啊！唔係你屌完到我屌啦，屌你老母閪！第一，我就係2020年當泛民總辭嘅時候，我就退出泛民，屌撚咗台。我就話咁樣再搞落去咧，你仲要繼續選咧？你真係一個選舉機器嚟啫，喺我媽入邊交代得好清楚。我話立場當時講撚咗喺節目入邊都講咗，好、啊、即係甚至乎啊，阿教李凡邀請我上去承擔啊嘛，同就係同佢討論呢個總辭嘅問題。當時我個立場已經表白得好清楚，你話我係嚟自泛民，就係、是、所有都係原罪，就係立撚殺你個人是非不分。就是去文革玩批鬥，以人哋嘅身份背景去批鬥。第二就係好啦，簡單嘅啫。其實你認頭啊嘛，你上次認頭咗係你搞到我頻道冇啊嘛，我唔撚你啊，而家入你數，撲你嘅臭街，你咁樣可以對啲所謂嘅意見人士，即係你幫政府，你即係話你憎泛民憎到咧，其實你可以幫政府嚟打壓意見人士。你呢種賤種嘅心態係賤到無倫啊！是差过半途，我告诉你是衰撚过半途，你从来都不是同路人，是死贱种，是一个揸白卡的死贱种。我不撚知你，总之是不是泛民杀撚咗你全家啫？你可以憎撚到咁撚样嘅地步。有啲人就话，点解我哋成日要覆啲网友？是啊，我哋就要教育啊嘛。系啊，呢个又好重要，唔是为咗屌一个人啊，是想其他人听到，唔好好似去崇拜个邪教。或者爭一個所謂嘅或者你認識嘅人，你哋有偏幫到去盡，同埋唔係文革式嘅佢連坐法啊！我即係等於我佢入過佢公民黨，你已經唔理佢，已經係即係幾年前已經佢就退黨啦。同埋即使佢公民黨，佢期間同公民黨主流其實都幾有分別嘅，係嘛？我哋嘅少壯派當年就係入去就係其實急諗住泛民嘅，有少少意思。即係你可以覺得你咁樣係好天真啊點？但你唔需要係連坐法哦，然後點點點，就算話陳明泰喂。
有一樣嘢，我都話：哎呀，你估冇撚咗公民黨、民主黨，咪更加其實係大支嘢咯？坦白講，今日講，喂，佢如果公民黨入邊冇咗可以監察公民黨嘅人，其實公民黨都會變成完全變咗民主黨。就係我哋留低喺度嘅，就係有少少嘅作用。我都為撚咁樣懶，你呢叫懶清高垃圾。乜撚嘢咁撚多年，乜撚嘢都冇做過，對香港嘅嘢，淨喺網上鍵盤戰士，仲要唔出樣嗰啲咯，唔夠膽。死羅夫，唔夠膽出樣嗰啲。死撚咗佢啦，唔死冇用噶啦。唔係，我都要想講。七六 Sam， 今時今日，我仲有喺探監裏邊有民主派，亦都喺裏邊坐嘅。咁亦都大膽啲講，而家裏邊坐得最多嘅都係民主派嘅人。我話你聽，澄清啊，留言。不是泛民入中聯辦，是民主黨入中聯辦，其他泛民政黨冇。同埋我要強調話俾你聽嘢，我基本上我係好撚憎，亦都俾民主黨，即係好似喺東區嘅時候，一個周卓旗，我已經嬲撚到民主黨呢啲咁嘅年青又好老又好，裏邊其中唔少係打份工嘅，係利益掛帥、機會主義者嘅，呢個我公開咁講。公開亦都屌開撚埋名屌過我哋周卓旗，哦屌你咧，你真係主席走撚咗啦！喂，我哋泛民嘅人數高喎，公開要求想做主席，想攞多份糧，只撚住同我講，泰哥你有官司喎，你好大機會要坐監喎，再選過嘥大家時間啦。你講過㗎啦，即係我咁講俾你，有人唔知以為我同民主黨好撚 friend， 因為我探問邵堅，佢仲批評阿羅建熙點解七一唔嘗試新鮮人民啲。我亦都做記者嘅時候兜口兜面問羅建熙，你話政府用疫情打壓，今年七一民主派香港冇剩翻得兩個，即係你同社民連，你會唔會申請七一遊行？佢話唔會啦，申請都係唔批㗎啦，咁樣我哋考慮下啦，咁樣。我從來冇對民主黨有好感，只不過我覺得一個我自己嘅宗旨嘅宗旨講真話，行公義、好憐憫、愛探監啫，亦都唔係淨係探。你咁撚中意白冰咧，咪黐撚咗去嗰邊咯，過嚟呢邊攻擊我哋做乜撚嘢啫？連亨利都睇唔起你啊！佢點解啊？亨利嗰時就最憎俾人話佢咩？吹蕭邦。因為同阿蕭山做過一排個節目，白冰變 like 你啦，你咪就係佢嗰啲咯，就連坐法咯，文家識佢批鬥我，你快啲去俾你同阿陳明泰一齊做節目，我啊嬲，或者啊唔係，你係我最憎大哥，你同佢一齊做節目，或者我哋屌邊個，你就嬲撚埋我哋，係嘛？係啊，我公開屌劉世良啊！咁啊點撚樣啊？咁啊唔好黐埋呢單，呢家點樣點樣？佢應該我哋講教埋其他人，佢應該支持你咁，佢咁樣屌咧。我只係講。我哋係想唔係屌一個阿 Sam， 係其他人明白今日剩翻落嚟。你咪做白冰嘅白卡兵咯，屌你老母！你冇資格同人講邊個手足，邊個唔係手足。咪咯，前線冇捉過佢啊！因為你唔係手足啊！屌你老尾，你冇捉過你一次。白卡佬呀！嚇！你咁多次喂，差唔多2019年、2020年三次次日日。佢真係仲出現，ban撚咗佢啦！唔好，日日都喺度聽我哋屌。你冇權發言啦，仆街！去話邊人係手足唔手足啊？日撚屎啦，係咪先？你覺得你有資格咩？你照下塊鏡啦！不撚之所，你呢個撚樣喺我哋發言中冇機會啊！又出過嚟咩？你中意俾我屌嘅，你繼續聽我哋節目，你冇權發言啦！咪水埋佢揸白卡嘅呢啲，係呢啲乜柒人都有，即係我哋太討厭啦，受夠啦，做撚完嘢仲要不斷俾人屌，仲撚要話你乞衣啊！貼錢做個節目，要有人話你黑衣啊，五毛啫，屌你老尾，仆街五毛嚟嘅啫，嗰啲都咁多年是非不分，屌啦，唔係你中意黐白冰咪黐白冰嗰邊咯，揸白卡嘅揸白卡，梗係黐白冰嗰邊啦，講撚完，隨時冇冒犯，人哋佢都嫌棄你啊，戇鳩多鳩魚嘅，其實呢啲人佢傻有佢傻啦嚇，咁啊翻嚟我哋今日個節目。